个人是因为地震的关系来跟花莲结缘，哦，那也是非常感谢老天爷安排了这样的机会，那让我跟这个地方有更进一步的一个交流。那很多事情呢，我觉得冥冥中大概都有安排。那我也相信，老天爷一定会继续帮助我们，赶快把这边复建起来。